由谢颖轩、王静、黄建伟主演的《人选之人》《造浪者》在 Netflix 上架不久后，就马上掀起全台剧迷追剧热潮，还登上台湾电视剧排行榜第一名。这是一部讲述政坛幕僚的职人剧。许多网友看完这部电视剧后，纷纷在网上发文大力推荐这部戏。其中林志群律师今天也在脸书狂赞这部电视剧，他分享《人选之人》《造浪者》的剧照，发文写道：“我认为《人选之人》《造浪者》是今年最佳台剧。”还表示抱歉了模仿犯。他接着大赞《人选之》。之人造浪者剧情流畅，对白洗练，每个角色各司其职。虽然讲的是政治，但却是职人剧，没有洒狗血的政治斗争，也没有奇怪声音的爱情故事。编剧团队的田野调查做得很棒，大赞台湾也可以拍出很棒的 Netflix 剧集作品啊！